但有讲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让没有接触过茶的人去喜欢茶这样？你有讲什么说法？因为健康还是最主要还是都是先问对方。如果是讲他们会早上来，如果是讲他们听说喝茶对身体有健康好咯，那我就是介绍你喝。你是要保健保胃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家里老人家想要喝，那一般上都是以收补为主。那如果讲我对茶最近可能跟中国人生意多，因为我们这里最近也是有很多一些中国商家，可能生意多了，想要多接触或了解。年轻人一般上比较熟悉的，我们当然是普洱，还是普洱。如果你这单单这样泡茶乐趣不够多，就白茶。白茶价格又不贵，然后像这样 ，OK 啊，我就几gram的茶。基本上你两泡蒸完又再煮，其实已经是差不多两大壶以上了。是，又可以消耗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消耗掉。然后你要喝到这样两大壶的话，你5gram的壶额根本是不够。那我跟他讲，你可以尝试，你买这样一饼，其实你可以喝很多。而且这样一饼也不贵，对于价钱有犹豫又想吃的话，那一般上我就是先让他们试这个了。那你如果不坚持要蒸茶，因为蒸茶你还是要蒸壶嘛，你不要蒸茶的话，你直接从泡茶跳到煮茶，你其实直接找个清洁的新锅去就可以了。你没有电炉，你用明火也可以。因为毕竟做生意嘛，那我一直想怎样让顾客对这个引起兴趣嘛。像做这样的生意，其实你这样看，除了你跟我之外，现在是两个零工来打扫。我们是有茶楼在撑着。如果单你只是做这样一门生意的话，你真的你撑不过3个月。是是是。那我们尽量能够做到就是，吸引顾客对茶的兴趣。有什么结论？还没有什么结论啊？到目前，结论就是继续努力。因为新手，我来喝一个，买一个100块的茶回家，我又担心我是不是能够坚持喝到完，这其实很多的一个问题。对。那我们唯一就是让他能够了解，我要喝，当然是希望能够喝到是好茶。或者是真的好很有味道的茶，因为要不然，其实你现在去一些 supermarket shopping mall， 你也可以买得到包装的茶。人家绿茶，他这样包装，他讲他可以耐3年。我们都会知道，你绿茶你再怎样包啊，3年之后它味道品质肯定不一样了。我们自己卖绿茶的话呀，我们只敢放3个月，3个月之后呀卖不出，我就是拆掉了。你现在有新的茶，新的绿茶，新的绿茶，因为刚好就是你我刚才讲的新马那位老人家，他其实除了喝这个之外，他也喝龙井。那他一直警告我，你要龙井，你最好把它放在柜子里面。这样子放也不可以，就这样展示出来也不可以。对他来讲的话不行，因为第一我们的这些包装来讲的话，你看起来是不透明，你看起来是不透明，但是实际上的话呀，它其实还是会透光，因为这些茶包装的话呀，还是会透光。对我来讲的话，它不是100%的不透光。对他来讲的话呀，最好绿茶不见光。他的想法是这样，他可能这一两个月还会过来，所以我就有留一罐给他咯。就最后一罐了，是不是？就是最后一罐哦。哎呦，这样，这个就是有你们的品牌的吗？这个是我们自己包装吗？是啊，就是这第一个，别的那种普洱那种还没有做。其实都有，但是现在都没有了。也是很好卖一下了，那个意思是。原本侦查就可以看到大家
茶它的那个水是从江上面下来淋到那个茶。基本上我煮的话，我大部分我可以煮三次左右。这个茶汤就比刚才的浓多了一些了。就煮多两轮都也是还可以，差不多这样。对。So, 可能对一些顾客来讲的话，他就会觉得，有人会觉得啊，茶单他不会去买那种低价的，那你要中高价的，可能又刚开始也没有信心，那这个是最好了，你这个5元多，你可以喝到你爽，是，那个很久，对。好像岩茶那种又比较少了。岩茶的话，我这里只有大红袍。那大红袍我基本上我只有给，就是讲顾客来喝这样。嗯。嗯。这样子真的是可以拿来煮汤的，它有那种煮汤的感觉。那放点肉味，它就是会很不错。有吃过，就一直因为我们的茶坊，我们的营运经理，他我只是讲他们专门处理这个 F&B 这些东西，那还没有时间去研发啊。当然，唯一看中的就是铁观音白茶跟这个大红袍这三样会研究的，那就是有兴趣去想着怎样弄。所以也不用完全研发，因为其实中国好像紫藤那种，它本身就是有很多菜品，就原有的菜品。但是，人间茶坊有，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里面会有本土的味道在里面。是啊。所以其实像我们现在卖很多饰品，其实很多我们都是有一些的调味或者是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本地的一个就讲尽量能够试出是本地的一些味道在里面，就沙劳越特色的，对，有奶粉的，还是在里面的，就胡椒面的这样子啊。但胡椒是我们这里的主要的一个作用。但现在原有哪一款是完全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就它也不是台式的，有吗？有其实后面都有很多，我们连嘎扎玛这些东西都有啊。嘎扎玛是吗？嘎扎玛，这样讲。女性作业的时候，西马很多都是吃猪脚醋，那这里很多都是吃这个所谓的嘎扎玛，它是一种，植物液，然后做成，来煮那一道食物的，那是汤来的，一个，它有一点汤汁，它有一点汤汁，反正这个菜肴来的，非凡吃啊，它要煮鸡肉配鸡肉来煮的，就这里才有，沙巴没有。我印象中好像也只有这里吧。对，嗯，就西部也未必有。宵夜都有，宵夜大部分都有。是啊，有意思。因为这里很普遍的一种植物来的，那么它喝了之后，其实讲，因为。女性作业一般上是比较虚寒嘛，那它那个话啊，它会就会比较热，它会比较热。哦，是。这样讲，就是你认知的沙劳越风味是什么呢？应该讲有沙劳越特色的。可能这只是讲在调味方面，我们尽量的做到迎合沙劳越人的口味的做法。我要拿菜单来看才知道。